kleine Krokodil. Komm aus Ägypten, das liegt direkt am Nil. Zuerst lag ich in einem Ei, dann schnie-schnau schnappte ich mich frei. Schnie-schnau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 Schnie-schnau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Vigo FM， 我是各位的 Vito。 哎，听到今天这首开场曲，大家一定会吓一跳吧？这首就是来自德国的小歌星 John Grootman 的这首 Snappy， 就是小鳄鱼的意思。这个歌词啊，讲述的是一只顽皮的小鳄鱼。这只小鳄鱼呢，就好像是我们身边的一些顽皮的熊孩子，他们总是能用各种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来给你惊喜。哎，当然了，更多的时候啊，其实还是惊吓。那么你见过的最熊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又是如何和他们相处的呢？今天呢 ，Vito 就来和大家聊一聊与熊孩子相处的自我修养。各位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来自于加拿大乐队 Simple Plan 的 Summer Paradise。 说起来熊孩子，想必很多朋友都非常有感触了。 Vito 也是对熊孩子是非常的无奈啊。我就有一个小侄女，大概六七岁的样子，她不是那种看起来就很皮的类型，可是呢，她的公主病却特别严重。家里面的长辈啊，就不能不顺着她，只要有一点不开心，马上就开始摔东西，大吼大叫。记得有一次过年啊，一大家子人都在我们家聚会，那我妈呢就做了一整盘的大虾，谁成想刚端上这个大虾就被这个熊孩子全倒进了自己碗里一大半。他妈妈也觉得他这么做不太合适，就轻轻地跟他说，哎，孩子不能这样。结果这熊孩子一下就生气了呀，把碗砰一下摔在桌子上，然后就开始大哭大闹，谁都不行了，弄得整个这桌上的长辈们啊非常尴尬，又不好再说什么，毕竟他妈还在现场，对不对？其实当时我都忍不住想说他几句，但碍于他父母的面子，哎，就只能恨恨作罢。想来应该有很多朋友面对家里的熊孩子都会有这种困扰吧，那种哎我这暴脾气和那种哎算了算了夹杂着的这种无奈之情。不过呢，这也说明了各位其实真的都是非常温柔的人呢。所以呢，到底怎么对待熊孩子，让我们接下来继续再说。To where your name is written in the sand. 'Cause I remember every sunset. I remember every
现在播放的这首是来自于新西兰兄妹组合 Brute 的 Heartless， 希望轻快的节奏啊也能平息一下各位想起来熊孩子的熊熊燃烧的怒火。刚刚我讲了自己家这个熊孩子的故事，就是我的小侄女了。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讲一个别人家熊孩子的故事吧。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我的好朋友 David 身上，他有一个小他十岁的妹妹，是个很乖又很可爱的小姑娘。有一次回家的时候，她哭哭啼啼的，胳膊上还有那种擦伤一样的伤口，给 David 好一阵心疼啊。后来一问他才知道，是被幼儿园一个小男孩故意推倒了，结果擦伤了。那 David 当然不能忍了，第二天带着他的妹妹气势汹汹地跑去幼儿园。好巧不巧，正好碰到这个熊孩子往这边跑，又想去欺负他妹妹。他妹妹吓得呀直往他背后躲， David 瞬间火冒三丈，一把拎起这个男孩子，照着他屁股狠狠打了好几下，说：你再敢动我妹妹一下，你试试我给你屁股打开花，你信不信？这个熊孩子呀当时被吓得哇哇大哭，连连点头。可能是事发突然吧，也可能是平时熊孩子呢就特别皮，又没人管他，当时居然没有老师赶过来阻止。不过威特觉得主要是被 David 这个1.87米的大个子给吓到了。虽然之后呢熊孩子见到 David 的妹妹就绕到一边走，但这种暴力的方法咱们还是不太可取的。正在收听的各位也可千万不要效仿 David 的做法啊。其实说到底，有熊孩子还是因为啊有熊家长的出没。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大的，熊孩子这样肆无忌惮呢，多半也是被熊家长溺爱出来惯出来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来自于阿四的《预谋邂逅》。歌曲过后再来跟各位聊一聊有素质的父母是如何培养出可爱的小宝贝的。
啼笑皆非的孤单。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着大家的 Vito。 伴随着这首如此轻快的预谋邂逅啊，让我们一起再来聊一聊可爱的小孩子。我就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答主有一次坐飞机头等舱出差，舱内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带着她很小的女儿。起飞前，这位妈妈给每一位乘客分发了一个小袋子，这个袋子里呢是有一副耳塞和几颗糖果，还有一张纸，纸上写着，我的孩子第一次坐飞机，可能有些兴奋，如果给各位带来不便请谅解。最后啊，其实整个飞行过程中这个小姑娘都很安静，一直在乖乖地看她的动画片。所以说呢，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多么的重要啊！这么有素质而且细心的母亲培育出的孩子呢，自然也是个小可爱了。回头就发现这几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年轻的人啊是越来越不喜欢这个小孩子了，熊孩子这个话题呢也越来越多的被提在嘴边。我就猜了，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遭受过熊孩子的摧残。不过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可爱的小孩子在身边的，他们偶尔也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快乐。说不定正在收听的各位明天啊就能收获到这样可爱的小孩子带来的惊喜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Beatrice 的 Superstar。 欢迎回到有 Vito 和你相伴的 Vigo FM。 正在收听的各位啊，可能都有着小自己十几岁的弟弟妹妹，或者刚上幼儿园的小辈，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我朋友 Ruby 这种体会啊。 Ruby 他有一个年纪还很小的弟弟，带着那个年纪小男孩的顽皮劲儿，每次放假他俩都能天天吵个半天架。有一次 Ruby 跟我吐槽说，恨不得把他弟弟打包了从阳台上飞出去，这个画面感让我想一想还真的是虽然恐怖，但是却莫名的可笑。不过确实我也知道 Ruby 和他弟弟关系啊是很亲近的，他曾经有一次想去台湾看演唱会，但是呢却资金周转不来，就是没有钱了。但是当时又正值过年，他弟弟知道后二话没说，拿出了自己的压岁钱借给姐姐去看演唱会啊。这个事情还被我嘲笑了很久呢，果然是国家欠我一个弟弟系列啊。所以说熊孩子固然会让人生厌，但他们本质上啊都还是小孩子，只要是家庭和亲人有正确的引导，也许他们也会变成一个一个的小天使啊。
依然是微头在陪伴着各位的微哥 FM， 不知不觉又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啊。虽然说今天和大家聊的是熊孩子这个让人牙根痒痒的话题，但相信比起熊孩子，还是有很多小孩子给各位能够带来欢乐和快乐的。而且呢，我们也都是从那个年纪成长到现在的模样，小时候说不定也是别人眼里的那个熊孩子呢。儿时总是期盼着长大，长大后又怀念儿时候的那种自由，人其实真是很矛盾的。怎么突然起来的就是开始煽情了呢？总之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马迪的大雁，这是一首非常悠扬的民谣歌曲啊。在这悦耳的音乐声中呢，微透也真诚的希望正在收听电台的各位能够永远的保持一颗你那纯粹的童心，永远保持有最初的赤诚，永远不要失去对生活的好奇心。让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为止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南北来回，白首不尽，放孤不畏。
坐在酿造忧愁的酒馆里，谁闭着眼？走在没有星光的灯火阑珊，与黑夜缠绵，拨开时光的帘，还是那个孤孤单单的少年，放纵纷扰的画面，那里人来人往，渐行渐远，他总是小心翼翼，卑微着悲喜，做惆怅对未来自言自语，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看光阴散落下遥不可及的相守，咫尺天涯的相拥，在繁华落空时他们相逢。冷暖自知的酒